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我找你们老板。我就是老板，你有什么事儿？那张修齐在吗？张修齐是谁？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啊。啊，你看，自我创立本社以来，我们的业绩一直优秀，事情交给我们，绝对给您惊喜。这有什么用啊？我演示给你看。 所以说，从来都没有张修齐这个人是吗？您说的到底是谁啊？我听都没听过。您是不是弄错了？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媳妇儿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说错了。哎呦，看，就在前面。怎么样？你好，没事吧？醒醒。 都报警了，报警了没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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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我已经说了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原谅不了我自己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当做看不见，这真的不存在了吗？你还在怪我苏曼是吗？我跟她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们不会再有联系了。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婚姻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无论是谁的责任，我们都应该终止这场错误。你就是想和张修齐在一起，所以你才要离开我。 不是这样的，那你发誓，说你没有爱上张修齐，你怎么说不出口啊？你说。对不起，刘子欣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，你却因为受不了寂寞而背叛我。 你口口声声说对不起我，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可以补偿你公司、家里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我都可以不要的。你做梦！我不同意离婚，周平。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，你放过我，你放过你自己吧，行吗？想要跟我离婚是吧？啊！除非我死了。